有是我拒绝他，真的我回头发他跟踪我。有几个是很难拒绝，就是他会一直跟着你。你在夜店有没有搭讪过别人？有没有成功？有啊。然后那就交换联络方式。对。你觉得我今天打扮会很骚包吗？不会。那你喜欢擦骚包吗？欢迎收看波波接地气。今天我们要上街来验证一件事情：是否人帅真好，人丑性骚扰。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波波接地气，千景不在我旁边了。OK， 所以他今天刚打疫苗。千景，你要赶快回来。Let's go。请问你们有没有在路上被搭讪的经验？有，我有。上礼拜才被搭讪，在西门町，那个人就直接走过来，然后跟我说：“那个不好意思，可以认识你吗？感觉你好可爱哦。”然后这个是我拒绝他，真的，我回头发，他就跟踪我。路上或捷运或店里，有些是直接问，就是可不可以加 LINE， 可不可以追 IG 这样。有几个是很难拒绝。就是他会一直跟着你，就好像变态那种感觉。那时候我是在上班，然后他在健身房，他先对我眨眼。你说是这样子吗？你在夜店有没有搭讪过别人？有。有没有成功？有啊。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秀一下，你要怎么样才能成功？可是这都是以前的事了，不是现在。没事，你在讲，你在讲怎么成功，教大家怎么成功。哎，你是跟朋友来吗？下次可以一起来。然后，那就交换联络方式。对。你起码也刚开始操你蛋了。有没有任何情况是人家搭讪，你们有可能会接受？长得帅就可以了，长得好看的，不要太邋遢吧。讲肤浅一点是身高，那他讲话方式舒服，不要太油。长得好看吧，有点邻家一点吧。那个妆不要太浓，也是要好看一点。然后可能身高不是可以接受，矮我一点点。就讲话要有点气质，还是有气质，幽默吧。幽默，但是当然长相还是会看，但不是长相幽默哦。可能不要那么直接吧，表现出对我有兴趣，但是不要太直接，就是一来就要加好友嘛，因为我也跟他不熟。你搞得我好乱。你有喷香水吗？因为我感觉空气是甜的。你有喷香水吗？空气怎么是甜的？你有喷香水吗？那空气怎么那么甜啊？超土。你有喷香水吗？空气怎么是甜的？我感觉你变胖了，因为你在我心中的分量变重。感觉你变胖了，因为在我心中你的分量变重了。没有，女生听到变胖就可以。感觉你变胖了，在我心中的分量变重了。这不好吧？感觉你变胖了。你的看法？我是看着心惊胆战了。不要抱怨，抱我。好油啊！在像一根油条啊，讲话那么滑溜。不要抱怨了，抱我。不要抱怨，抱我。他也太油了。不要抱怨，抱我就好。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，你是我的宝贝。哦，天哪，好恶心。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，你是我的宝贝。这不行，这应该不行。但我觉得因为是他讲的，就很恶心啊，很恶心啊。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，你是我的宝贝。我跟别人讲那种话。我感冒了，因为看到你我就失去了抵抗力。好烂，反正你也不行。我想你不是我想到才说，而是我憋不住。我的可以。我想你不是我想到才说，而是我憋不住。还 OK， 还 OK。我十拿九稳，就差你一吻。我十拿九稳，就差你这一吻。还行。我十拿九稳，就差你一吻。好像可以。刚刚那些情话是抄的，爱你是真的。刚刚那些情话都是抄的，爱你才是真的。你有今天打扮会很骚包吗？不会啊。那你喜欢穿骚包吗？你觉得今天我打扮很骚包吗？不会。那你喜欢擦骚包吗？你觉得我今天打扮会很骚包吗？不会。那你喜欢擦骚包吗？情人节我想过得浪漫一点，我浪一点，你慢一点。我想你，也想睡你，但想睡醒有你。我想你，也想睡你，更想睡醒有你。真的？啊，为什么？人帅真好，人手性骚扰是真的吗？我觉得算是，我认同，为认同，为认同。所以你觉得两个都有性骚扰的成分？对，差别在肺部肺肺官而已。